你现在啊，这个小头小头换这个大头是吧？换这个大头，咱们首先在这里，它现在不是这个头挨住这里嘛，这样子不好操作，直接在这里，进来这里点一下这个，啊，之后点一下换装嘴输送，它自己会跑，你看，点一下换装嘴，啊。它就跑到这一边了，这样子就好操作了。再把它拧下来，嗯，拧下来之后，你看一下这个一定不能掉了，它里面有一个这个，有一个这个的，这个不要让它掉下来。之后咱们用两个十的扳手，上面有个卡口的，你看，这里有个卡口，还有这里有个卡口，一个卡住上面，一个卡住下面，这样子把它拆出来。你用扳手把它拧下来之后，你在这个拧下来，这个大嘴的，这个牙这里。首先要包一些生锈带给它，一定包一些生锈带，它才密封的。你再怼上去，这个不要让它下来。到位之后，你再用这两个扳手加固一下，把它拧到位，那就行了。嗯，把它锁到位，这里刚好接上，这个是接口，刚好接上，把它加固之后就 OK 了，这个再拧上去。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用这个大瓶口的时候，我们还配了一套这个小的嘴，这个小的夹板，你用换大瓶的时候要换这个夹板，底下这两个螺丝卸下来，把这个给换上去，它才能灌得了这个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不换的话，它这里过不去的，你看。所以这两个要换掉，把这个也卸了，把这个也装上去。啊，这个拧好，这样子就换绳了。换好了大嘴，换好大嘴之后呢，它现在不是在最后面吗？你拍一下急停，再松开急停，它自己会复位的，它会自己会过来了。